你的睾丸素比平常人要高出几倍，所以你好斗有信心，判断力强。行。不过，所有的老板都有妄想症。你随便他吧，又没老婆，随他自残啊。花钱买梦想就跟闭眼谈恋爱一样，零感觉啊！这么写，让我试试。麻烦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在这么一间小剧场里面，竟然有这么一般有激情的舞蹈演员。我真的很想亲泡他们。我好心好意介绍女朋友给你认识，你嫌人家有个女儿。又是你？我就是昨天晚上抱过你。我真没见过那么傻的男人。来，我要找个大师学跳舞。啊！爱是包容，是忍耐。不是你自己知道喜不喜欢就可以，是要人家知道喜不喜欢才可以呀。我接受一个装就勾人的，别人怎么看我？对不起啊，郭小姐，我辜负您了。